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 能帮你什么忙吗？阳光好刺眼啊！好了。
你好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嗯，真有趣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他太远了。我需要目标。我不管什么工作安全守则呀。我无法攻击那个目标。我需要靠近你。我们很快就会有一场公安局的任务。真有趣。天啊，你真高！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，灰灰有奇。
你好啊。就这样吧。你真高！再见。嗨，你好啊。好吧。Hello， 再见了。命运在对我们微笑，面对强大的联盟，敌人只会尝到失败的苦果。部落注定灭亡，以圣光之名击溃敌人。我们肩负高贵的正义使命，要相信圣光。需要帮忙吗？再见。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，如果你不控制力量，就会被力量控制。我绝对不会忘记。宝库防守的滴水不漏，不过我和博学者奥姆里克还是能派人进去，不会惊动任何人。我们可以召唤虚骨，掩盖珍娜女士使用魔法开启传送门的迹象。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。啊，这个副作用是指暗影触须还是发疯？我是帮朋友问的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秦风。我不是在开玩笑，你见过我朋友吗？发疯反而是好事。多了触须也不见得是坏事，是说我们可以顺便从宝库里面开点油水吗？秦风船长，博学者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掩护我们一下，也让他们的守卫发现。可以了。要
找到路进去需要一点时间。啊，找到，祝你们好运。
我们在阴影中作战，想办法挡住他们。没问题，包在我们身上。这个机关很复杂，要把它解除需要耐心和技巧。那就快使出你的技巧啊。要不要我帮忙？只是建议，我之前处理过不少陷阱。几个神秘面具就难倒有名的福灵秦风了。感谢你的关心，这就是几副恐怖面具和愤怒的石头魔像而已，难不倒我的。仔细想想，愤怒的石头魔像和我前女友还蛮像的。你专心一点啊，我就快解除陷阱最后的部分了。最后一个陷阱也解除了。嗯，还可以嘛，秦风。随时保持警戒，小心一点。别担心，有他们在呢。现在该担心了吧？不不，现在赶快吧。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，接下来的路会充满艰辛。这把神器的故事我可是从小听到大，知道部落不能用这把神器来对付我们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你们把神器带回来给我们。你好啊，一路平安。士兵